Go！ 既是既期待又紧张，面对那个上一届的那个比赛。2018年雅加达亚运，中华龙舟勇夺两金一银。我的力量也大于他们，所以我的优势就是力量大。卡巴迪、老鹰抓小鸡的激烈竞技游戏，杭州亚运中华队盼望再添荣耀。杭州亚运许多非奥运正式项目，也将是中华队夺牌重点，请锁定 TVBS 新闻台《台湾精英拼亚运》特别报道。